慈悲法华念佛事，也有透过所有的生命工程需要这样的法宝。我们透过整个总部，从教务、法务，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北区、中区、南区，可以得到以上的所有的法宝。今天最重要的慈悲法华念佛事，我们如何让人类了解、打开人类的生命工程，唤醒觉者的现象。首要的，我们要来做的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观念，我们人要有正确正见，首先一定要从我们的佛法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以及所有的古大的觉悟的人。第二个，我们从饮食，从中央，从我们的胃部，也就是所谓的中土下手，从迷走神经到后来的觉醒。第三个，透过运动，由折叠或金刚拜佛，以及透过惊醒排除体内的自由基、乳酸，还有正确的如何让呼吸，透过静心让我们改变整个生命的所有生物结构了。要赚取真正的解脱的就近的意念，一定要先从我们自身来改造。今天我们特别将太阴月菩萨星君改变我们生命工程，也就是透过如何从释迦上合中央的时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褪黑激素，我们从松果体来改造。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提供大众能够学习太阴月菩萨星君真经。太阴月菩萨星君真经的方法来改变我们大脑的思维，大脑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乐府太阴星君宝告至心归秘密。我们念三遍：太阴生活体东南，脑中地狱九重开，八万四千佛菩萨，细胞转佛菩萨台，法身遍满虚空中，天水莲花遍地开，妙湛圆妙觉明心，南瞻部洲放光明。一来报答佛天恩，二来报施父母恩，三来报答众生恩，现前当来必见佛。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阿弥陀佛，天罗神，地罗神，嗡阿吽阿弥陀佛，人离身难离身，度苦厄读诵多遍，细胞活化代谢通，平衡自身圆妥妥，一切灾殃化为尘，世世永离地狱门。一句弥陀西方佛，诚心常念太阴经，阴阳考核此心经，消灾灭罪化清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人人回归来净世。特别了解到这个心，也就是一个止心大彻大悟，能够理解也能够实践了。从我们的太阴星君更能够来了解学习，这是我们的生命改变创世纪，让我们如何来学习太阳月亮的智慧，从逻辑的分析，记忆的唤醒，透过我们人类的意念意图的调理，大脑脑中小脑的生物结构了。首要的，我们透过基本的六个步骤，第一个是唤醒学习的白净方法了，第二个拉高宽时间空间的几率，一分钟必定让我们了解明白三年该要完成的工作了，第三提升个人多元的能力，包括数理语文人际一切的学历了，第四精准的正规决策的能力，圆满的解决突发的状况，第五脑中一百倍思维的能力，多元可行步骤的方法，第六圆满具足此事加累积多事可学及触类旁通创造实相了。
这就是我们透过每一个人白净本无一物，了解到集体的意识改变人类的净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透过简单的方法必定可以学习的了。所以我们从慈悲的法华念佛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打开人类生命工程，唤醒真正的觉者的方法了。这些的方式，只要您有一颗完全相信的心，必定能够从自身了解了。以上，这是我们透过太阳星君里面要让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方法了。所以我们感受到呢，创世纪太阳月亮的智慧完全在自身，只要你愿意改变现在所有的一切，只要一份感恩的心，必定能够感受到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只要你在任意一个时空点上的真空，就如同现在它具有的能量和整个宇宙相等，它是无限大的。只要你完全相信，也透过今天我们在分享的这些课程的历史氛围分送给大家，真正的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到自身的白净室，一切圆满回归本位，感恩再感恩，无限感恩的能量祝福您。